他叫你会口会到这里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们的状况就是男的在以色列，然后他就是医生嘛，然后他本来要被派去，因为最近那个患肺炎，他万不得已他被派去中国大陆，就他不愿意，他想要让我去帮他申请，让他来台湾。对，因为我住在台中市，对，哦，考了证件，然后。他就是想说，他来那个，他到时候他可以到医院去住在那个医生宿舍。我你写一个，你讲那个英文名，那个医生的英文名字。帮你查，来，我帮你看一下，安德，我你查一下，安德斯，安德斯，你都名字都念不出来，你要退给他。他要叫他汇到这个账户了。我直接写这样子，汇到中国信托这个账户。那为什么要汇？你要买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但是因为机票。无国界医师，无国界的医师，他的医师现在武汉病毒，所以他要被派到中国大陆啊，所以因为他不想去，所以他想要来台湾。对啊，因为他的账户被冻结了，所以他请他帮他出钱要买机票。对，大概就这样。想要帮他那个。对啊，可是他留的是中国信托。